大家好，我是酷奇，今天要继续我们的 Pokémon Unite。上次啊玩卡称实是玩得太烂了，这次想要补回来一下。好歹皮卡丘这只角色也玩了一阵子说，但一直输，有点惨。不过团队合作可能本来就这样子了，不是跟熟人玩的情况之下，野团难免都会有些风险在。这我了解，这我了解。不过过去啊也没有玩过什么 LO 或者是传说的经验，就自学吧。不过这个游戏啊真的玩起来轻松不少，也没有什么装备的压力。那我记得别款游戏你要去抢装备什么的好辛苦哦，然后这个也不用，一开始装好之后呢就稳稳的玩，很安心。一下哦，有够会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。喂，放刺了你。等一下哦，这个情况该怎么办？先瞄准一只打好了，下面的。狐狸巨石，加油加油！休息休息休息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阿伯苏鲁也来上面了。呀，这只狐狸笨笨的哦。但我不理你。Damn it, damn it, damn it！ 快不能呼吸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回下血，回下血啊！对不起，给我吃。游戏，宋之是一只，就是游戏。阿布佐鲁强，阿布佐鲁啊，在敌方的时候也是觉得他好强哦。攻速快，然后对应力也很好。阿布苏鲁，不知道大家已经有没有印象，在玩救难队的时候啊，他曾经来帮忙。然后最近晚上因为开始玩 Switch 的关系，也或多或少开始玩以前的游戏。哎，好怀念当时的时光啊！我的 Kemona 队伍，谁还记得？但现在回去玩还是觉得很棒啊。下面交给你们啦。阿刚，阿刚哦，哎，好强！就像被抓住了。阿布苏鲁只有，我只有是呢。啊，不过上面的还剩十秒，感觉他应该会跟我一起打。啊，你走了，你就这样离我而去？应该就下去帮忙嘛，那我守上面好了。总是要有一个人手。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点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应该是躲到草丛里面，我偏偏不过去，嘿嘿嘿。可是他下去了，应该不至于吧？等一下，我们这边还有一只火恐龙。火恐龙加油啊！小心哦，小心哦，那只不好应付哦。不过有两只的话，我们应该先……嗯，不行，防御力好高。别再往前了，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抓抓！哈哈，可恶！可恶，差一点点。至少带一只走，只有好了，带一只走总是好的，也让其他人有时间来帮忙一下。这一场感觉有点辛苦，说上先顾一下上面好了，顾大全。一下，不行不行，太多了太多了，退一下退一下。对对对对对哦，裂隙裂隙哦，送你一拳。这应该可以收掉了，游戏，我该啦。两个一起放大招，早知道了。
有戏，快投掉！这次被你要投到。有戏，很好很好。然后上面来多赚一个20分。好，现在是中方各一个嘛，你去打一下野岛了。小心交易，哎，上面上面上面的造反造反了，要打我的阿波梭鲁，我对阿波梭鲁有好感的，他可在救难队帮助我很多忙的啊！先不要走啊，兄弟们，救我一下，救我一下！打没打没打没的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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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退慢慢退慢慢退，打一下这边也可以啊，应该还没有来吧？好，先放一下招式。不省不省不省！我记得我在玩这个游戏第一次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也跟我说，招式类型就不要省，有就打出去。看好他们的 CD 数，应该是这样吧？结果我是一个两相好，我最爱喷火龙了。有时候啊，玩黄板一定是先把喷火龙给栽培起来的。26个大家都下去了。喷火龙怎么那么帅啊？完全是我的幻想对象啊！这倒不假。嗯，好，下去一下，下去一下。啊，不行不行，啊、这应该是对付不了他。他好像也没有要过来的意思。要赌他吗？好，这次应该可以。加油加油！不信，又咻咻咻咻，很爽很爽很爽，还有你还有你，臭猴子，啊，喷火龙，你敢打我的喷火龙？喂，好强，可嗽，哎，这次是不错的拉锯战术，最喜欢这样子了，不然要买一方强大，然后就过强。到头来好像在虐打对方一样，或者是人家虐打我，就觉得那感觉不是很好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上面有一点危险，但先跟他是要准备到中间的是吗？先上去好了，不行。这次我应该可以自己应付吧？好，先把他打退一下。等一下他，这次很危险，他还是想要过来。应该可以把闪电鸟打掉了，好，加油！不省了，不省了。不过大招还没有存到，希望不要有人过来。哦、完全没有人哎，对方是死光了吗？有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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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爽！我们的队员是怎么回事啊？每次都带40分、50分的，好可怕啊！这个队友。也带那么多分，对方该认输了吧？这其实有点惨了，这就虐打啊！啊哈，我还是在这边死了。好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分数。本来来到这边就是有风险的，那那只喷火龙真的是很拼哎、欸，卡比兽也很拼。卡比兽要往生了，恭喜！这个时候反而比较可怕，先守好好了，我就守上面比较近。肯定会有人来投分的，果然有。来啊，再躲再躲啊！好好好，都来了，放个大招，先确实的收掉。然后42分，下面好危险，下面好可怕啊！不过下面好像撑得很稳呢，轮不到我帮忙了。然后你来呀、啊，你来呀、啊，去死！还想躲？哎呦，这次的分数会不会很高啊？但也不见得耶，我觉得没有什么投到什么分数。5、4、3、2、1，
咚咚，比赛结束，胜利。看一下我的得分，我有拿过全场最好过吗？好像没有欸。远程的是不是这方面都比较辛苦一点啊？击杀是很高啦。耶、yeah, ，到高阶了，高阶啊！现在玩到中阶都觉得很辛苦了，高阶应该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吧？预备，开始！殊不知这次玩又是隔了三天之久，怎么时间会隔那么久啊？你中间一直都还是有在录啦，只是那个状态都不大好，玩这个、啊、就算有个氛围在。状况差的时候啊，录起来怎么都感觉怪怪的。但也好啦，这几天玩下来也拿到了闪电王牌。对，这只角色算是今天才开始玩的吧，很强，用起来感受还蛮好的。然后加上跟皮卡丘一样是远程，不过他们的远程啊，攻击的方式不大一样。这也算习惯一阵子。你想干嘛？还想逃啊？可恶，没有招式。哎呦，臭小伙了，去死！其实有点危险呢。哎、欸，那什么声音？我的，喂，不要欺负我们家的小火龙。小火龙是我的宝哎，还敢打？我的，又抓不到了。啊！又是这个只，真的好强！本贵好强啊！可恶，还是逃不掉、啊。不过还好啦，看起来目前对方没有得分，不能再死了。死的话很严重。等一下，你们想干嘛？我觉得皮卡丘比较好打带跑。他的话就还好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要赶快有下一个阶段的招式，好强，他的攻击力真的好高。你不是近战的角色吗？异常了吧你？啊，好多只，好多只，不能接近。还想躲，继续打你？到底想怎样啊？只有我，只有，走，只有，走。不下去，不下去。那里面应该算安全啊！等一下，真的是抓都抓不到，继续在里面耗一下。没有血，没有血，没有血！我们来自小火龙哎，好可爱。小火龙，你够追的好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后面那一坨好可怕。我们就笃定你啊！是我被笃定。嗯，要不要换个方向呢？这次换上面好了，下面有人去帮忙了，赶快回去。等一下，卡比！哦，真的是，我打一下好了。帮忙帮忙帮忙！这次应该困得住。又来。OK， 还好还好，你这样要回去一下，你吃个果实。哦，看他要不要打上面那只好了。我看那个状况，他应该在等他。好，伤害一下你吧，然后再躲起来。因为我不大会躲哎、欸，就我躲的技巧真的很烂，会不会发现？给你吃，给你吃。比较危险呐、啊！要打上面吗？好像可以，好打了。只是大招还没有觉醒，而且顶好痛，顶好痛，好可怕！
OK， 等一下还可以去啊！可恶，大颗的，明明对他造成那么高的伤害，可惜。然后趁着这一波，他在挡他的时候，赶快打一下他好了。很好。嗯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不行，休息，投。啊，赞啊，好危险哦！等一下，我还有分数，这个先投掉。下面真的是激战中，好可怕、啊！回来一下好了，这个状态也不大好，一个人打。然后我本来一般是在用迅能，我发觉阳光还蛮好用的。大家都是下去了是不是啊？我在上面守好了，边守这边，然后边打一下敌人的野怪。通常啊，像这种状况，下面在大乱斗的时候，掉下去支援比较好吗？看起来好像还好哎。我在上面让他们分心好了。好、哦。危险！你的招式就是我的招式。呀，下面的这喷火龙40分。看得有点怕，我看起来其实还蛮稳的。嗯，逃一下，危险。自从看过别人用这招逃了之后，自己偶尔也会稍微用一下，还蛮贱的。哦，上面那只出来了。以我自己的实力，好像有点困难。说，喷火龙要来帮我吗？好像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像尸体一样。啊，有了，还是来了。果然升等有差哎，打起来好顺哦。我一个人就 OK 了。Yes， 哎，这样你还敢过来？太扯了。可以，可以，你看。这个时候睡是笨蛋，很惨的耶啊！对我的是冲好快哦！啊，那招居然没打到，扯啊！哭死，还是被定住了。不过他们现在全部都在最上面的，看起来下面那个40分可以投到啊！耿鬼，又是耿鬼，烦不烦啊？下面救援一下好了，我、哦、好像也不用哎。嗯，这个情况我应该去哪里呢？去上面好了，帮忙打一下他。可以，又，还有你，一代，先叫上面的路卡利又不是我们的，我在干嘛？冲向敌人的怀抱，那是找死。不过再怎么说啦，我们都破坏敌人两个区域了。不会输吧？准备来中间。啊，嗯，上面好像需要有点救援，先从这边翻上去。打，可以，觉得这些笨蛋啊，就是我信，耿鬼真的很强哎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我这样硬 K 他，他可以把我 K 死。看来下次我来耿鬼了。不过、啊、在这次的更新档里面，他们好像说耿鬼有其中一个技能，是不是啊？在过去有出现错误，不知道是怎么样的错误、啊。中央吗？妈的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觉得我动得好慢哦。那这边已经结束了啊，我没有什么表现的机会，我在干嘛？我去下面杀人好了，让你杀了我嘛，对不对？看来不给你颜色瞧瞧。诶，路卡呢？路卡掰了。没有掰耶，他居然躲起来了。这时就给你啦。我至少把这个20投掉。哎呦呦呦，好像还打得死耶。好了，打死也没有什么差异了。
通常啊，如果我方是这个状况的话，你都已经很绝望了。这样整场看下来哦，敌方的耿鬼真的好强啊！等一下，卡比，卡比想干嘛？想做什么坏事？我都看到了。啊，又是推推，烦躁，我好会推。白木，白木，白木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最后的最后还是死了。不过太好了，这是我的首胜，不是啦，之前都玩过几场了。你看我的等级，上次还很开心的说升了升了升了，那、啊、这一次呢？啊，我的成绩好烂，丢脸！还是在超级和高级这样跑来跑去的，很讨厌。我这样玩下来。闪音王牌也很强，皮卡丘也很强，可能是因为皮卡丘玩得太顺了吧，不然转换角色还不是说那么习惯，之后再玩稳一点再看看，然后等钱再凑满一点点的时候再去买新角色，然后玩一些近战的。喷火龙严格来说也是近战的吧，其他就近战的啦，但感觉其他角色又不大一样，之后再来看看好了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个段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